论到就是范围的是不是将来的扩大，是吧？就是说，那但是因为我看那个第六项里面其他四项还有注记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如果是这样情形，因为刚才其实这个多方讨论的，我这样听可能也都不冲突，但是怎么能够当两个案子或者是这个并在里面做一些说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还是要请教委员了。那但是就是说，如果兼顾到第六项这个其他四项，就是还有刚才讲的这些其他的范围，在视觉的时候未来的工程在开挖可能也要做一些相关的这些确认，这那如果一旦确认就牵涉到就整个指定的范围是不是还要再扩大，对不对？所以如果说在这样子，那大家有看见什么会能够兼顾会相关的影响，因为我们今天现在指定的这个范围有可能将来又有一些新的市政会扩大，还没有去看而已，对呀、啊，搞不好底下是今天的标的是淡水那么像，对，那个第六项其他四项全部都是应该是个重点哦，因为这个地方底下都是西区。我只回应一下那个刚主席讲的，就是因为现在地上这些街廓跟建筑都在那边嘛，我们也不可能把它全部拆了。那可是未来就是说有拆除新建的时候，它也会影响范围。那在不完全确定这个状况下，是不是可以提出就是本街廓跟邻近街廓这样一个大的范围里面，如果有任何这个拆除或挖掘的时候，必须要检视有没有这个一个。这个是一定可以的，本街廓跟邻近街廓，就是我们在图上就可以拿标注说什么是邻近街廓。这就是我就我们现在现况的了解，它可能的判断，我觉得这应该是可以的。本街廓跟邻近街廓，它就是把这个第六项更明确化。那这样明确化以后。那我请教，就是说，因为今天的标的是不是以现在的这个现址的妇联总会去做探讨？今天探讨是妇联总会嘛？那延伸出来就是说，你原来的这些番学长是不是他可能的这些相关分布的位置？主席，那个我再提供一点资讯给各位哈，各位可以看这张图，番学堂是清末最晚建的，最早建的其实是登云书院，然后再来盖的是这一个区域的西学堂，所以登云书院大概是这样子的范围，然后再来是西学堂，然后再来是番学堂。那日本人进来之后，总督府，当然就找了原来最新的那个钦差刑台，那总督府的官邸就设在番学堂。那这些房子呢，到了日本时代之后，因为都市计划的开辟，所以呢，最早通的是右边这一个，所以最早拆除的其实是登云书院，啊，就这个部分。那接下来呢，第二个动作就是时间呢，应该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标的妇联总会，原来叫做协行社，是陆军，军官的联谊活动中心，啊，时间应该是1913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这栋房子。那个是1913年的房子，那其他的房子就陆陆续续在过程当中陆续拆除，唯一一个就是这一栋番学堂，在因为它是乃木总督的那个当时候作为官邸的时候的居住地，所以这个房子被保留下来了，就是作为纪念乃木总督，然后在时间大概我忘了1930几年还是1940年，这个房子就变成是。那个乃木总督纪念馆，那也就是它其实是最晚被拆除的。那当然后来陆陆续续战后区域内的街廓内的这些建筑陆陆续续拆除改建，那变成今天的状况。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议题哈，就是其实我们现在面对的其实是两个，一个是原有的妇联总会，就是协行社古迹的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遗构是番学堂遗构。那刚刚几位委员其实有提到。街廓内西学堂遗构在不在？我们的判断应该都在，登云书院的这个部分也应该在啊。那当然，刚刚蔡老师其实有提到，周围街廓的部分，因为牵涉到那个范围，其实可能都会有临近。所以回过头来，因为刚刚那个静存的报告是针对一个建议了，
就是要两个并在一起，还是我们策略上把它分开？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可以，就是我们接下来讨论的重点，就是两个那个指定要不要纳入来？那静存的那个建议就是，那就是原来的妇联总会扩大这个部分。那刚刚其实几位委员其实有提到，那要不要分开？因为未来还有可能，我做这样子的说明。其他委员还没提到，再请。因为他你这个范围定的是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建筑基地在开发机会不大，可是道路的挖掘申请很多。这样来讲，所以说你的范围界定出来以后，可能我们以后在申请道路核准的时候，针对这个路段的挖掘，可能就会有特别的评估。所以我们这个范围的界定是很重要，对道路管理机关会核准道路挖掘的部分来讲，因为我看他附土深度都不深。好，那这种情况下，因为依照在主要道路来讲，挖你就要挖到一米六深的情况下，那可能这个东西破坏掉。所以说，希望说范围的界定以后，那也要让公安局的道路主管机关知道这一部分的挖掘需要可能去做一些管制。像刚才几位委员最后这样综合提，我倒是有个建议大家参考看看，就是说，在这个未来的这些视觉的范围，它是不是还是可以在这个第六其他事项里面来做这个界定？那将来在这个若指定，刚才公务局代表提到，在这个指定的范围第六项里面若有标定范围，那它将来可能就要受到这些方面的限制规范了。那可是主体上面来讲，那就是说有一个是番学堂的移构，那番学堂移构照刚才委员又提到，它可能又牵涉到三块，对不对？那就是说，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番学堂的这个移构是指三块还是第三块？就是那个番学那个中间的是西学堂嘛，那右下方那个是灯书院，灯影书院。所以我就说，我们今天就是说，如果说还是谈这个番学堂的这个，在这个办法里面，其实写的也都还可以参考。就是说，番学堂就是指定为这个本市的古迹，那易货的话就把它改成 M， 并扩大本市古迹这个妇联会总会的指定范围，也许就可以了。那但是把那个刚才大家担心的未来要在提防保护的界范围界定在其他事项。这样都 OK， 这样可能会比较中整一点。那将来这个范围确定以后，如果又发现这个西学堂，那又发现这个灯影书院，因为你有视觉嘛，对不对？将来如果有开发的时候，那可能又回到这边要另外再。所以我们今天主体可能还是在番学堂，那也加上妇联总会的扩大，那应该就是妇联总会照这个讲，过去已经指定了嘛。对吧？那这样的话，应该再加上那个第六项那个其他事项这样范围界定，那是不是可以都综合到各位委员的指教的内涵在里面？这样可以吗？就是在拟定办法里面，好，拟定办法大家看，就拟定办法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哎，这改的，这跟我们这个书面资料，番学堂没有吧？就是说番学堂它还是指定为本市的古迹，番学堂已经够了。移构，我们是把番学堂移构指定了，因为现在番学堂看不见了，对对吧？所以说要讲到的是番学堂的移构，它指定为古迹，并把妇联会这个范围再扩大，第六项界定这个范围，这样可以吗？也是，那个铁路自治收的那个铁路总部哈，它也是一块就是古迹区了哈，不过它也是个别。指定它的古迹跟利建，啊、哦，它并没有说那个依附是这个，那个依附是这个，是，啊、哦，它是同一个时期日治时候的县，它也是个别的界定。那这个呢，因为妇联总会是光复以后才有的哈、哦，那番学堂应该是比较是清代的遗构哈、哦，因为我们个别定的话，就是彰显它各。不同断代史它的这个历史意义啊、哦、是这样的意思、啊、那避免这个误会，那你这个规划管理的话可以在怎么一个区块里面来做分别管理，那是另外的、哦、是这样的意思，因为目的是要彰显，因为我们台北市这个中心区啊，它是有一个特殊，就是不同的一个世代有文化层它所建构的
好像建构的一个它的一个特性，所以它有这样一个特点，不同时代的日治时候、光复以后，还有清朝时候，妇联会那个灯影书院，这个在日治时候，它也变成那个刚刚这个张教授讲的，就是陆军俱乐部，它曾经功能改变，但灯影书院呢现在已经不见了，啊，很可惜了，灯影不见了。但是灯影书院它原来有一条街就是长沙街，长沙街在清朝的就是书院街，书院街，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清朝的时候台北市大概有四大书院、五大寺院，那我们好像我们读台北市的一个历史，这个很重要，都被遗忘，都被遗忘。我是觉得，那总督府。总统府后面这长沙街本来是很重要的，过去总统府就是陈家的宗祠嘛，陈家的宗祠，这个是风水宝地啊。那我们现在把这一个博爱特区啊，有这么多丰富的一个文化资产，这也是一个它的特色啊。基本上当然是大的政策范围里面，从都市计划的政策范围里面，我是建议啊。我们过去历任市政府都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就是中心区减量，所以你现在地方政府、地方法院盖在这个地方，这是错误的，错误，错误。但是我们发展局怎么都不讲话，很奇怪，这就错。过去我们发展局提出的建议就是中心区减量了。对吧，主席？你们到巴黎去看看，中心区减量。法院都市化。法院，如果我们现在这样下去，应该法院就不会在这边盖了吧？如果范围是这么大，包括现在整个法院的范围，现在很多闲置空间，我看老师太多了。主席要跟主席报告，现在老师的方向应该是整个法院的范围，让法院就不会在里面盖了。这个要法院也表示一下意见。陈仲谋的时候就要盖增建地方法院嘛，他的理由是说，老百姓呢坐捷运到这里，这个诉讼比较方便。我说这个什么理由？新老师新委员意见是希望法院不要在里面盖了，那如果一直定下去，大概就没有机会了。就不增建了，就法院不增，未来的。然后复原，把番学堂盖回来。主席委员，跟各位报告一下，现在因为我们原大概十几年前取得到这块用地的时候，也是经过十几个机关协商，就是说最后这块地给台北地院来盖院区啦。那因为台北地院的院区现在在有四个地方，就是零星小块。那因为为了法庭开庭的安全，还有人犯的运送等等，所以我们必须要的节省资源，不想资源，我们必须要在临近，不然我们公文的管访啊，人犯移送会有一些困难。那我们取到这块土地的时候，因为当初有志德堂，就是妇联总会这一块古迹，87年已经被指定为市定古迹了，所以我们要尊重它。所以我们当初在策划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整区盖了嘛，所以我们就大概我们现在能盖的范围，因为我目前十年来的努力，经过司法院的我们的评估计划已经过了，大概在我们这次四挖1234这个横条斜线的一个三角形的区块。那我们本来是计划就是说地下4层，然后地上6层，我们原来避开古迹的天际线之后，我们是打算这样子的。那后来我们在古迹修复大概400多天，大概大概在今年完成了古迹修复之后呢，我们大概有听张坤成教授的建议啊，就说我们将来要开挖的那个要盖的那个民事大楼里面下面可能会有遗址，所以他希望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慎重的考虑是不是要去试挖掘一下，避免以后如果我们真的计划通过之后，我们去盖那个我们的民事大楼，然后因为那个地基非常浅，大概30公分就已经发现到番茄塘了。所以我们那时候也试着说服就是我们的长官，就是要做这样的动作，
避免以后会很多的纷争麻烦出现。那我们其实我们的长官也是支持这样子，其实我们台北地院原则我们是都是尊重国际的，所以我们才会说在陆续这十年来会把自治堂努力的修复完成哦。那就是我们在试挖掘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说有番茄堂了。那现在是我们比较困扰的地方哦，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古迹，我们这个名次新建工程，我们已经在司法院已经到了那个评估计划书都通过了，现在是要写计划书，所以在计划书之前，我们就先试挖，就发掘到番茄堂。那现在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要跟我们的司法院呈报，就是说我们这个计划以后要如何的走下去啊？那当然我们这个计划能不能成，就是要看我们这一次的古迹审议委员会到底说最后决定是怎样。但是我们原则上是一定是尊重的，只是我们要表达的就是说，因为这栋古迹目前哦，就是因为我们的在妇联旁边有一个叫女木堂，现在就是我们上班的地方哦，就是在这块这个地方呢，在下面那一块，再过来那个绿色那边，对对，这一块现在目前就是我们行政单位在上班的地方，因为原来是礼堂，我们已经有整修过了哈、哦，那。在二三基坑这个前后两块的那个绿色这个地方，是目前是高等法院跟最高法院跟我们借的办公室，就是大概，所以目前在保庆院区这块上班的同仁大概有300-400位，哦，就是我们没有去重新整建，只是把里面的结构再稍微油漆这样子，然后大概就在里面住这样子，所以目前大概有300-400位同仁在里面上班，所以变成是说。如果说这一块地将来被指为遗构或是古迹也好，那我们势必就后面的部分就没有办法再进行了。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取得到这一块土地，我们的想法就是跟我们当初都是落差很大的。那现在变成是说，我们自己内部也要去解决，是说将来这一块如果是指定为古迹，那我们里面的同仁是不是可以继续在这边上班，或者是说我们后续要怎么处理？其实要看，就是要尊重各个委员会的意见啊。那我们只是要表达，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那个台北地院总共有1400多位员工，其实我们的环境是非常的拥挤，连现在连法庭都不够。那所以就变成是说，经过这一次委员会开会的结果，我们就是要看开会的结果最后是什么。那我们可能要回去看有没有这我们另行再取得土地的可能，然后或者是说这上面如果说我们只是地下遗构指定为古迹，那我们要不要继续？后续我们要怎么处理？因为现在我们当初依照会刊的意见，我们已经把用原土已经把原来那四个基坑都已经恢复回去了，就是用原土这样子就掩埋一下这样子。那如果说张教授的意见就是说，那个会刊当初会刊记录要修正一下，那是不是我们原来灰田的那些做法，可能又要改变了？那这部分可能。没有，那这部分可能就要请委员，只是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把它回复原状，我们没有去上面再把它填平这个部分的，所以我们就是大家一切就是要看最后委员给我们的指教是什么，然后我们把这个讯息带回去，那就是我们内部要决定要怎样。对，谢谢。说明一下哈，因为这个基地在总统府后方，坦白说，总统府后方有很多的我们的中央的行政的枢纽都在这边，不管是司法院、国防部，很多的部分都在这边。那其实也包含私人的土地。那其实先前最困扰的不是这个中央的行政的机构的部分，反而都是私人的都更案。那针对这个所谓的博爱特区总统府后方这边呢，我们在都市设计审议的范围里头，最主要是管控高度跟地面层的使用。主要是基于这个总统府的一个围安，那它这一块土地现在是基本上它的土地是行政区嘛，好，其实行政区的一个可利用的量体其实是蛮高的，因为是高达到400%。可是我会觉得是说，因为当初的都市计划虽然是赋予它行政区，然后去做减量，可是可能也还是要看我们整个的一个中央行政合署的这样子的一个使用的机能，就像现在。
地方法院提到说，如果这块土地它不能用了，那其他的国有土地是不是还有可能在这边找到？其实坦白说，都有一定的难度啊。就是说，在这个总统府又是五院会址的地方，每个行政单位坦白说都希望靠近它，可是我们又没有这么多的一个腹地，这个是实务上困难所在的地方。总统府前面跟国内就是非常非常痛的很强，那凸显总统府很强。那我们周边尽量不要有建筑，是这样。你看，中国大陆它一定人民大会的这个东边广场，那美国总统就职要在它的这个西边国会大面的这个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神圣的一个地方嘛，啊，地方法院的层级毕竟是地方，它比较区位上有弹性嘛。我说从都市计划的哲学，啊，希望我是做这样的呼吁，啊，真的是这样呼吁，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唤醒我们都市计划界的同仁能够注意到这个精神。全世界都是这样子的，不要我们在台北市这么多这个专家委员，有这么多的文字会的委员，我们还任意说，只是说这个行政区一定要盖到400%是这样。真的这个意见不是非常重要，这个优先顺序啊，要了解啊。在马英九时代我就挡住了，现在怎么又起来了？又起来了。我是觉得，啊，这个我是这样的衷心的这个诚恳的建议啊。第二，以后影响非常大，影响大，所以我建议呢，我们这个代表哈，回去反映了。说我们这个文字会会员当中呢，有人建议呢，希望地方法院呢，台北市的闲置空间非常多，希望能够协调帮他来解决。这样，谢谢。那个，我想，因为新老师对台北公共事务非常熟悉了，那所以当然讨论的面向也很广。那我想今天是因为台北市的都委会哦，所以我们的都要回来聚焦，就是设定这个是不是古迹，它的范围是什么。那当然这个东西设定以后一定有些 consequence 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是法院或任何公共机关的问题，因为很多事情，即便是行政区，即便当初怎么规划，因为很多时候经过时间变化，其实就有一些。以这边来讲，就是这个文化历史意义。那我个人看法是说，现在知道这边有一个，可是我们也没有说要把它，至少我个人我也没有说把它全部拆除、全部拆完，因为现在定着在这边这些建筑物啊，除了妇联总会以外，那些房子其实都还堪用，还是有很多人在里面办公。那我觉得。就是让他继续办公下去，这些房子总有一天他老就要拆，那时候就有机会就是说局部把这一个呈现出来。那我的看法是这样。那我想刚刚那个都发局也讲说，相对来讲这一区啊，这包括这位其实比较大问题是私人用地了，因为私人用地在这个地方寸土寸金，一旦有这样的一个影响的时候，那个所谓那个公共的利益跟私人的权益冲突会比较激烈。主席，我说明一下，因为上次我那个请老师跟老师一起去啊，大概有几个问题。当然法院那边的问题我们也了解，可是第一个问题啊，大概上次那个视觉的范围下去，我看跟你们原先想要盖的那个大楼已经大概重叠了很大一个部分。那大楼如果今天是光番学堂要保留的话，那大楼大概砍掉二分之一大约以上啊，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当时我有跟你们长官这边聊了一下，他说大概他当然没有公开讲啊，他说如果要留下来他们就另外找地方去哦。那我说如果这样的话我回来转达整个会。
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问题是，其实里长跟我们反映，好像其实妇联总会里面他觉得非常的漂亮，环境很优美。哦，那其实就妇联总会的底下，老师在场也讲了，其实可能也是盖在其他的遗构上面的。对，那包括旁边还有一个小白宫，里长一直想提，说他要提出来。我说那你就按照管道来提报，其实就在这个旁边。那小白沟如果再下去，你们那栋大楼应该是不用盖了。那所以可能也要请，如果是全部的地号，刚包括几位老师讲，就是法院所在地号都当扩大指定，我觉得也 OK。那只是名称会多几个少几个，那都没有关系。那现在主要的争议就是，如果是全部地号下去的话，可能法院就必须要退让，不再在里面盖。现在我们可能还是要回到原来了，因为最后这个委员建议就是说，这两个某种程度可能是分开的，在时代发展的前后也有一些区隔的嘛。那这可能也会是一个考虑，因为我们刚刚是有讨论到说把它综合嘛。那如果说不能够区隔到这个前后的这些过程的话，这可能也会是一个考量。但是我刚才这样听的话，我倒是蛮佩服这个地院目前的一些想法。那当然就是说，这个未来不管是分两个案，那两个案它都可能会在这个第六项的其他事项去做范围的界定嘛。那这些东西刚才又提到其他的项目，像小白宫，那这些东西可能都是给这个地院在做这些方面未来规划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但是回过头讲，地院现在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刚才这样听很佩服，就是说，就是他完全尊重嘛。那在这种状况下面，就是说以现况在使用，我想不管是文资会或者是文资的保护的精神，那个是 OK 的。那就是说文化局甚至我们委员会的委员都可以来协助说现况的这个使用要怎么样来订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注意事项，不敢说规则了，因为地院已经很高度在做这些方面配合的话，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协助嘛，哈。那就是说应该是这么讲，就是今天应该是很肯定各位委员看是不是这样正确，就是说他这个未来没有其他的新的变动开发之前，它现况的使用应该是没问题的，哦，那但是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就是说，你未来这个地院在台北市要怎么样来这个另外取得土地，哦，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市政府不只是在文资会的立场，就是说，这个不管是有闲置土地，或者是国有的在协调，我觉得我们市政府应该还是采取一个就基于文资的保护也要协助，啊，这一点我觉得应该也可以让这个地院，但是未来怎么去能够协助到这个大家能够接受，就觉得感受到市政府有这样的一个诚意，啊，我觉得这个我们都可以另外，但是就是说就我的想法，我觉得应该要帮忙，就是说尤其公务的机关他对文资这么高度的这样的一个尊重，哦，那这个也是应该是确定的，啊，那只是说我也不敢保证说未来能够协助到什么程度，但是政府应该有这个心意嘛，哦，所以我想这一点应该是确定。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这样的话地院可能在未来你回去在面对长官的时候，或自己在做这个要往前走的作业，应该都会有一些基本的依循。那这样的话就是今天我们还是回过头，就是说这个案子现在还是最后再听看这个各委员，就是说我们要分两个案，还是要可以综合一个案，哦，那但是都不影响到第六项的这个范围的界定了，哦，就将来因为刚才张教授特别提到的，这整个不管是番学堂、西学堂这个登陆登营书院，那这个东西如果说将来都要做一个小心谨慎的这个挖掘的这些注意事项，我想这个东西都会在第六项里面来做界定。你分成两个案都有那个第六项，哦，我想这样大家有个基本思考，那就回过头来谈看我们刚才新教授提到的，就是说是不是要分两个案。其实这个除了刚才讲的前后发展的这个
这个能够有一些区隔，能够彰显之外，那内涵应该是没什么差别。但是就文资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不是要分两个案？那我们是不是大家做一个讨论，然后我们再来做决定？那决定以后，今天分两个案可能也很困难吧？那如果说大家决定要分两个案，那可能就回到这个文化局，我们再做一些幕僚作业。那下次两个案把它来提进来以后做确认，那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快速，好不好？就要不然，好吧？那看看就其他委员有没有什么是高见指教的地方，请来请。有一点那个我的希望，那个我们以前那个调查建筑或者牌照建筑的话，这边啊非常不友善的地区啊，或者公务员以外，大概我们马那个牌照马上警察来的这样的地方啊，但是这边就这样的古迹啊，有一点一部分开放，我想很好哎啊，以后这边台北对台北也很好的印象。其他委员有没有建议的？就是还是分两个案，还是综合一个案？就刚才的原因都跟大家都来呈现了哦。那我们要怎么来做会小好一点？张教授要不要再给我们一个？我看你笑得很微笑。觉得其实并在一起，我觉得对未来的处理上，可能在议题的那个以及相关的这处理可能会比较简单，因为它同一块基地。然后另外一个是从历史的延续性上，其实本来就是一块基地上不同时期发展的过程。那当然，最后我刚刚在想说，那小白宫如果再进来会怎么样？然后后面的那个纺织厂，妇联总会的纺织厂会怎么样？就它其实每一栋都有它的那个意义。那我刚刚在笑，我在想说，那未来会不会变成好几个案一起出现？所以我个人比较 prefer 其实就是一个案的，对。那只是在称呼上，要怎么处理？我觉得这个部分我没有定见。就是延续张老师的说法啊，就是一个是空间，一个是时间嘛，啊，时间上事实上很多更易了啊。那空间其实就是这里，然后我们刚才也讲说，未来可能这个移构的影响区还不止这个街廓，所以刚刚有讲说，临近街廓道路可能都未来要。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说我们那个名字就是妇联总会街廓，就把这个街廓先讲定。就妇联总会街廓，好。其他有没有高见？对，来请。就是我想表达一下意见，就是有关于小白宫的部分哦，就是因为现在整个院区，因为它是有围墙的，所以又有300-400个员工在里面上班哦，那势必以后志德堂我们现在已经修复完毕了嘛，那我们势必说以后我们会拟方案，会开放的部分。那至于那个，因为我们现在还没开放的时候，我们在管理上就会有一些就已经开始慢慢会产生一些冲突了。比如说将来我们志德堂开放的时候，它我们有一个门，就是侧门那个地方，就是还有我们一楼要招商，那民众这样子就陆续进到宝庆园区来了。那时候我们当初是采友善的态度，就是我们就用简单的围笼这样，也不要用什么围墙在隔离这样子。那现在变成说民众就会把它当作花园逛了，那无可厚非，他就会到处走的，那就会走到我们的办公区域去了。那就是这样，我们会两难，因为目前之前哦，已经有一个民众进来，他背着一个背包，那法警，因为我们宝庆园区的戒护法警大概94位而已，那他就民众会就进来，或是在那个我们的大门口开始养猫了，就是喂流浪猫。那他进来的时候，我们法警没有发现，然后后来有跟他说，哎，那可不可以劝离他，在这个办公地区请他离开，他就跟我们法警打架，就直接二话不说，两个就打起来，后来就警察来了，就让到警察局去了。所以这样的状况其实蛮多的。那小白宫的部分，如果因为他是目前没有被指定为古迹，其实为什么小白宫之前没有被指定为古迹？我在想说，当初可能没有认为有这样的价值。其实小白宫到目前为止，我们为什么台北地院没有去整修它，然后有同仁入住的一个理由，就是它受损的非常严重。
那如果说整个防水层区块的话，你这样子修复可能要1000多万。我们目前是没有去详估啦，而且它的那个一二层楼的利用的那个面积也没有很大。那当初那个通会讲说有里长的介入哦，是因为里长透过立法委员传承给我们，说他想那一块，他觉得我们台北地院没有用，所以他想利用那一块来当里民大会，让附近的里民进来。可是如果就台北地院的立场哦，第一个，那是一个没有修复的地方，经费来源不知道在哪里。好，那第二个就是他没有被指定为市定古迹。那第三个地方就是我，因为旁边有四棵老树，就是台北市政府指定的老树，有四棵滑道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老树的部分我们也要保护，所以那个地方我们就暂时维护原状。那如果说那一位里长他坚持要进来，然后希望我们台北地院给他当里民大会使用，其实基本上原则上是不大可能。第一个，因为这是国有土地，我们不可以租给任何一个私人的机关说，因为里长太多了。我们如果图利于他说，哎，你可以让你当区的里民来了，那我们对其他里长怎么交代？那他当时候有来会刊，他也表示说他有高度的兴趣，希望我们台北地院去修复这一块。假设以后被指定为市定古迹，也是希望我们台北地院出钱去修复这一块，去找经费，然后以后来让他利用。但这不可能，古迹是属于全体市民共同享有的，不可能是专属于说我开放某个里民进来当里民大会使用。所以这部分我可能要先说我们当初的处理状况，为什么那个地方没有去整理它。如果因为刚才委员提的又是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实务操作面来讲，未来整体的思考，要不然会变成小白宫又是另外一个案子。那这样情形的话，我就这样又想中整一下了，还是提供委员参考，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名称还是维持这样子，那就是说就维持一个案的精神去做修正。那可是呢，这个新委员提到的部分，就是它有前后的这样的一个区隔，那是不是在我们这个第四项或第五项里面，那把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那精神意涵把它注记上去，那这样的话就会不会能够兼顾到双方的部分，那也方便未来有其他新的纳入的时候，他还可以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同一个范围的修正。因为我们这样一指定了以后，那将来就是在第六项的这个范围里面会去做界定，那万一有新的这个事实出现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内容里面它还是可以去做修订，但是这个整个案名也是同步，就是反正就是一个案的精神，那看大家这样看会不会好一点。那如果可以啊，是我想那个刚刚张委员他讲的当然有他的这个道理，是不过我刚刚讲的是说，这个建筑物不是在建筑物了，建筑物的有价值是在它的文化跟历史。是。那这个历史的属性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么而且这个欢学堂是在先，你比如说那个交通总部，日据时代交通总部嘛，你看那个防空洞是后来才指定，它是独立的，还有很多的这个宿舍。它也是独立指定，那至于整片做古迹去这样处理，那是另外一个层次。它虽然都是日据时代建，但是它个别指定的是个别指定，因为这样很怕了，就变成好像它欢学堂是跟妇联会在功能上有什么关系，所以它并在一起，我是怕是这样子的意思了。哦，重点是说，它这个是在刘铭传的时候。西学堂跟分学堂，这是台湾现代化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了。那妇联会是代表反共抗俄的时候，妇女团结起来、结合起来对资源，所以它两个时代不同的一个历史背景，是这个意思了。我们要凸显它的历史的一个背景意义了，是这样的意思了。那么现在难得有这样的一个遗址，我们就是将来写故事要不同的写法。啊，它不是一个空间，不是因为妇联会才建这个的，也不是因为它的这个欢学堂才建妇联会，所以功能上在历史上没有关系，刚好是在一个空间上，所以将来你行政上要把它处理一个结构是可以的，啊，但是分别把它处理，啊，
我比较重点是放在它的价值，在它的历史跟文化，不是建筑本身了、啊。建筑本身呢，但是随便，因为一个抽象画，你那个抽象的画师没有解释的话，你丢在路上都没有人捡，对不对？因为你不晓得它的意涵嘛，是这样。哦，所以我的意思是要分别强调，因为我们现在日治时候的留下来的非常多，清朝时候的留下来太少，我们就是要能够连接这个清朝，所以才特别要把它彰显，是这个意思了。那至于将来你空间一个机构要把它怎么样把它处理，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有弹性嘛。你比如说你原来是古迹，你将来要活化利用再怎么做，那都是可以这个有弹性的这个处理。因为西学堂跟范学堂在刘铭传时代的时候对台湾的现代化贡献太大，他就开始有西学的进来，有对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教育，这个要大书特书哎，是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史迹上的一个见证，所以它重点是在这个文化，不在建筑。建筑它已经残破了几块砖头，这什么是要彰显啊、哦？那么在第二个层次的时候，希望能够有这样的肯定之后，那么我们希望这个旁边的建筑能够减量，将来总统府后面的广阔空间呢，这个空的意涵跟实的空跟实之间要非常对，这是建筑学上、空间学上一个很重的、很高层次的哲学了，啊，所以我是想，我不厌其烦的再提出来，是这个意思了。就是我们将来如果照委员这样建议，有界定的范围以后，啊，它的这个附带的决议一定会回到都发局未来在整体的这个都市的这个审议过程里面，对，要对应市中心区。它的建筑要减量，这个会的，啊，就是说这个就，但是我觉得我们市中心区因为只针对这个案子减量，那是不是说容许我们将来就在界定范围以后，它有一个这个附带的这个决议回到那个都发局去？那那个老师的指教，那个一定会做到啊。那但是刚才我还是要请教老师，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您的这样，就同一个空间有这样的不同的历史背景的故事可以诉说，那是不是？可以说容许还是在同一个终审一个案子，它放在这里面第四或第五项去做这个历史背景故事的诉说，它对未来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回忆也好，就知道它的文化价值在这里面也会能够彰显，就能够区隔了。那但是就是说不行，那就是我就看适不适当哈。那如果说不适当，那我们还是会回到这个两个案子。我是怕这个。那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好。能够符合委员这样的两方面的这个意见的时候，也许能够接受。但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是是不是让这个文化局先做做看这个幕僚作业，我们下一个这个会议的时候再来做确认，好吧？那但是今天的方向大体上就是确认，就是说这个番学堂的遗构，那按照这个办法，就朝这个古迹的这个认定去做确认。那但是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同一个空间？不同的这个历史背景的这个故事，能够在这里面整合分段诉说清楚，好不好？那我们下一次会议再来做确认，就方向不变。那但是就是说刚才讲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范围确定以后，中心区建筑的减量也在同步里面把它引进来，好不好？那可以的话，大家看看这样好不好？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下一次会议请文化局辛苦一点，好不好？如果可以，就照朝这方式，好不好？那我们还是要谢谢。这个尤其刚才新委员特别对我们这个李局长的肯定跟这个高度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也许未来还有其他场合我们会聚会嘛哈，那也再次的抱歉，因为今天真的事情太多，那被逼的东跑西跑，那这迟到这非常抱歉，但再次的谢谢大家，我们今天会议如果没有其他的事项，我们就到这个地方结束，好不好？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范学堂已经把它那个原图回复了嘛？那我们现在处理状况就是这样子哦。还要我们后续再处理什么吗？那个文化局来作业就可以了。对对对。就是我刚才讲。对文化局给你。对。义务跟责任来跟医院来做配合，好吧？那这些方面，他需要的时候怎么做会有比较适当的文化局来做，包括后续如果说这边确定性的不能开发，那我们该怎么来协助这个医院？
这样的一个方案。好，好，谢谢。开始，谢谢了，谢谢教授。